王庆，那个让水母回到他自己的家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水母下来。我怎样？我看到你，反正要站下来。站在水里。真的啦，我看这边比较安全，只要有人拉，你要是拉着我。三个男生抵不过一个红奴。在这里。老师，你要跟着走啊！那为什么这样子？我跟着走，我脚都是在那里。啊，有鱼在咬。走啊！聊天就要变成这样。你好可怜哦。来，接下来。你们。这位是赤脚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裤子脚等下湿掉哦。我觉得他好像不太信任的感觉。等一下，来注意。等一下，裤子要看到裤子。注意，注意，注意。等一下，敏伦往后拉，看看他会往哪边前进。你就大胆的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应该是第二张卡。我会让你搬往后拉。往后拉。跟杨淑君的完全不一样。OK， 往哪边前进？好，拉回去。所以为什么他这样子出力，他船就会前进，他不会定在这边不动？因为水的摩擦力跟船之间很小，所以别人说，当你往后拉的时候，它就往前进了。好，来，绳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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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绳子摘下来给我。我有种欲望想要跳下去，不好吧？你看，看，看，看他的脚，你再抬抬脚一次，再抬脚一次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在裤子后面，你的裤子后面，不要把水弄到，你也不会溜啊，你的鸡屁股要碰到了。要叫你屁股保存，要叫你屁股保出来了啦。脸拍一下，那个脸，那个挣扎的脸，给他拍一下。不要让屁股往出来，而且屁股对，对，对。等一下，两个人互拉，互拉的时候，你看他们两艘船会不会互相靠近啊？好了没？你稳定了没？老师，他后面比较重啊。所以你看我，我好不要掉你啊，你我好不要掉你。重一点，没了，往前坐。好来拉伸，等一下哦，两个人互拉，看看他们会怎么前进来互拉。你们这么狠哦，等一下再一次，预备慢一点啊，互拉。所以来注意，是一艘船不动，另外一艘船前进，还是两艘同时靠近？同时，两艘同时靠近。OK， 这样子根本上那力就知道了吧 ？OK， 好。可以不要回去吗？可以把他们推出去吗？哎，当然是不要啊。哎，当然是不
要不要不要。来，绳子汽水了。拉住就好了。等一下啊，来，等一下。好恶心哦。我知道好了，那个靠岸，我感觉鸡公司掉了，鸡公司，哎，靠岸呢，你们，靠岸哦，我说，高姐。